我去听苹果班的，他有听我听给他讲的故事是傻鸡娘娘。然后呢？遇到谁了？月亮朋友遇到谁？小鸡妙妙。小鸡妙妙，然后他们去做什么？想玩这个月亮朋友。他们去月亮，啊，后来他们又去遇到了谁？大象还有乌龟。那遇到大象跟乌龟，然后呢？还有人。大家，我的故事讲完了。